你准备好了吗？哇，球为什么不会掉啊？好厉害呀！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可以把它斜斜的。倾斜，你可以在下面摸那个球，在球的下方摸一摸，看有没有东西。没有，不要摸风，它的正下方。哎，球是可以反射的，有没有？没事，慢慢的斜，再斜一点，好，不要动哦。